TVB 艺人吴业坤跟冯颖颖8月10日中午现身香港太古，出席有份配音的动画片《愤怒鸟大电影2》首映礼。吴业坤透露，因为自己所配音的角色比较神气，但自己是比较文静温柔的那种，所以导演配合得很辛苦。那有没有和冯颖颖同场配音呢？有没有被他吵到？好在就没有跟冯颖颖一起在配音，因为你知道他很吵啊，很活泼啊，然后我们一起就工作不能啊，然后就是他也跟我讲，就配音时候看着我的脸就配不了，只能够想着这个宝宝，所以就放弃了。我跟他的粉丝一样，有一些心碎的感觉，但是会支持他的，对。另外，说到龚嘉欣和朱晨丽在拍摄 TVB 剧集《大将元》时传闹不和，对此，在剧中跟龚嘉欣有大量对手戏的吴业坤就只没有感觉到两人之间有火药味。大家拍剧时都有一起吃饭，还会互相给对方买吃的，应该是误会吧？那吴业坤，你自己拍完剧之后，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对，现在就是一个慢活的生活，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练歌啊，还有学其他的东西等等，所以就希望可以休息一下，重整再出发。魔方传媒香港报道。